大家好，我是爱鱼人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进攻想定二，穿插迂回与包围。好的，这一边是进攻第二关来开始，然后我们这个单位呢，选择前面这四个，然后加上一个雷斯莱姆和一个冰丘丘人，然后这边战机选择这个烈焰来开始。来这边开局，我们来赶紧抢一下前方的这个旗子。这边这个烈焰咱们放一下，要烈焰就放雷，把这怪给它清掉，这距离正好了，然后回来继续放，要转转下一个塔了。哇，好无懈啊！这边远程角色往后放一放，凋零啊！我操，阿球球人往外一扔，哎，这个出怪顺序是随机的，它不是固定的。幽灵鱼子这边再接着摆出丘人，啊，有啊，对，下主这边再接着摆放绿叶，来，这样，这样，来，这边再接着摆放丘丘人，对吧？喂，对啊，喂，这边再接着摆放丘丘人，你，哎，上野草啊，呀，好了，这边搞定，这个还是很简单的，